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、MeWe、Facebook 和 IG， 我会发放更多不同种类的玩具最新消息给大家，还有按下钟仔抢先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Nico啊，我们今天又来个即买即拍即开箱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开个手头上的 Marvel SHF 啊，一年几日呢都跟大家去開這個玩具箱，真的很肉赤啊！有前日的龍珠 SHF 橙色的魔童，昨天就有這個 Marvel 的死侍，不知道大家看了片未呢？如果未看片的話快點去看看啦。而我們今天呢就有現在我手頭上這隻 Marvel 的 SHF Thanos 滅霸，這個呢就是今年的版本，而這盒呢是相對地小一點的。其實之前呢它就出了一盒好大盒，亦都好貴嘅，成千幾蚊，咁就令到我卻步咗啦。咁就今年2023年，佢竟然出一個細盒啲嘅版本啦。咁今日嘅入手價咧就係680蚊啦，咁即係大概700蚊左右啦。我今日睇到個價錢咧，可能未必係最平，因為我今日夜收工冇辦法啦，買唔到最平個價，但係叫做680蚊都OK 的。昨日的死侍都630，是不是？今天这只 Thanos 大隻那麼多，那就忍痛買埋它啦。好啦，不要說那麼多，快點開箱來看看裡面是怎樣。好啦，現在鏡頭一轉，當然就要給大家看看這個盒的近鏡，這只 Thanos。看回盒的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有把大刀，還有對戰這個 Iron Man 的場景，亦都有隻手套咁樣啦。好，咁我哋就開箱睇下佢個真身先。哇，真係開箱彈球一下。好，又係一隻大大隻嘅 SHF 啊，又係我鍾意嘅嘢，衰鬼，好聚手下嘅，其實都。咁咧，本體之餘咧，咁就有兩個面雕啦，一把大劍啦，可以合體啦。手方面咧，佢有兩對再跟埋俾我哋嘅，咁就打開埋個膠盒俾大家睇睇先。而家打開個膠盒咧，可以俾大家咧睇得清楚啲啦。咁咧，大家可以睇下啲面雕嗰啲咁樣啦。佢另外咧就跟咗兩個面雕俾我哋啦。一個嚇笑嘅樣啦，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哇戰鬥嘅樣啊！咁手方面咧就有翻兩對手俾我哋嘅額外，好，仲有依個箍啦。當然咧就要睇下依隻手套啦，近鏡啲。挞挞个手指吓，改变咗好多嘢噶啦，系咪先？所以要近镜啲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另外咧，就想俾大家睇埋把刀先啦。好，合埋咗一齐。个质感上系几靓噶喎，把刀。好，咁當然咧就要睇下個本體啦。哇，好聚手啊，好重身嘅。好，睇下你近啲，呢啲質感咧，個夾嘅質感都 OK 喎。嗱，佢依個膊頭位咧可以咁樣開啦，係啦，可以俾大家睇下先，咁就唔會阻礙到佢舉高隻手啊嗰啲咁樣啦，可以打開咗先再舉，係啦，再合翻埋佢。咁依個 OK 喎，佢依個質感，因為打掃咧咁大個 SHF 咧，佢咧舉起手嘅情況咧，就可能如果佢有埋個夾咧，就會有阻礙嘅。咁佢而家可以咁樣打開咧都 OK 喎，呢方面好啦，背脊掹埋啲膠先，好，
咁就剝開曬啦。係啦，依種依啲紋理咧都做得幾好啊，個質感上係幾好嘅。大大隻腳啦，咁其實咁大隻 SHF 咧，大家咧就應該都唔會擔心佢平衡噶啦，越大隻就越穩陣嘅。係抬腳啦，又有依啲咦咦聲，好驚啊！咁係啦。好啦，依兩塊葉啦，依四塊啊，其實整體都係軟膠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提腳啊依啲咧嘅時候咧，都 OK 嘅。係啦，頭方面咧要去換嘅話咧，就要掹佢出嚟啦。係啦，依啲位係啦，扭一扭，擰一擰，俾大家睇下。好，關節就冇乜問題噶啦。好，咁我哋就擺啲姿勢俾大家睇下啦。第一個姿勢咧，首先咧就換一換嗰個頭啦，個面雕啦，換一個咧咬牙切齒嘅樣出嚟俾大家睇下啦。咁首先我就發現到有兩個問題啦。第一就係依個面雕啦。佢咧原來咧嗰個面雕咧唔係個個都可以戴到頭盔嘅喎，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另外啦，咁佢依個手臂咧就有個環嘅，咁咧依一個環咧好似有啲鬆，好容易甩嘅，咁就都係唔係咁好啦。咁但係亦都有讚嘅一點嘅，就係啱啱咧我同大家近鏡嘅時候咧講依個膊頭位咧，佢好似聖衣咁樣可以掀開啦，咁令到嗰、那個活動性就高啲咁樣嘅。咁今次咧第一個 pose 咧就召喚咗依個飛女神出嚟同佢打過嘅，咁我哋亦都近鏡啲咧俾大家睇下依只 Venus。你睇下，其實真係好肉緊嘅個樣，加埋把大刀啦，係有氣勢嘅，我自己好中意嘅。咁同時間啦，仲有個肥女神喺度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就轉下姿勢俾大家睇下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咧就叫埋一個 Captain Marvel 出嚟啦！我盡量咧都想還原翻啲情節啦，俾大家去記憶一下當時嘅情景啊！咁咧，我同呢個 Thanos 就換咗隻無限手套啦。咁 Captain Marvel 咧就去阻止佢撻手指嗰一幕啊！咁雖然咧 Thanos 咧隻手咧係唔可以拉到好厚啦，不過都可以扭一扭腰，咁就就一就位啦。咁不過咧就小心腰位啦，扭嘅時候咧就慢慢啊，始終係一個軟膠嚟噶，咁我都會怕佢爛噶嘛。咁我哋就近鏡啲俾大家睇下呢一幕，好喐緊噶，睇下佢個動態，我自己覺得都幾唔錯嘅。換咗依個無限手套，哇，都幾正噶。好啦，我哋擺多個姿勢俾大家睇下先。去到最後啦，叫做咧完成開箱嘅上半 part 先，因為有去啦，熟悉我嘅觀眾都知我忍唔住要一套咁樣買埋佢噶啦，佢一齊出都係想我哋咁樣啫。好，我完成佢嘅心願，一套咁樣買埋啦。咁今次依只 Thanos 咧叫做一個細盒版嘅版本啦，2023年嘅版本就成為680元，即係大概700元左右啦，即係可能你哋買嘅時候。而上一隻咧成1000多元，咁就真係令到人卻步嘅。咁所以今次就出隻平啲，係咪因為咁樣而專登出隻平啲？係咪？咁好啦，如果叫做話，如果你之前有嘅，咁好老實啦，咁就唔需要買啦，係咪先？咁冇嘅，咁咪買隻平板咯。咁如果你見到我依條片咧，先入坑嘅話，就可以買個平平地去試下玩下啦，因為今次佢嘅配件上咧都叫做齊全嘅，咁有曬全套盔甲啊、頭盔啊、依只無限手套啊，咁叫做有曬，叫做都頂得到下癮嘅。
咁好啦，咁我哋咧呢条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我呢啲即买即拍即开心嘅片，记得俾啲支持 like 同埋 share 翻条片，同埋记得订阅翻我嘅频道啊！我哋嘅会员制度已经开通噶啦，如果大家咧都叫做支持一下力扣嘅呢啲小小制作嘅话，可以成为会员，大家一齐玩玩具、倾玩具，同埋记得我平时一至日都会打机嘅，除咗有新玩具开箱嗰日啦，咁因为我做唔切咁多嘢啦，咁咧大家都可以入嚟支持下噶。咁好，我哋下一条片就是开一只 Iron Man 啦，好，拜拜。